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听说你想自杀，全都给打了。快乐的遗体，走了走了走了，随便抓一个。扣的跟那个，那个一样。猫鼠游戏都亮了，这个剧情贼好玩，当然前期只有加速能走很久。那个调羊师呢？
我也跳刀好长啊。这还能装障碍物的哦，忘记了，福鼎村这个障碍物是臭多的，刷个祭祀。我都不敢跳了，我都。你看这地方全都是那个，全都是障碍物，不敢跳，跳了就没了。打气球刀，他刀贼长的气球刀。哎，那个佣兵呢？这铁头还有点痛。
还砍上。看能不能一屁股把他坐死。带不出去的，我特地挑了两个门最远的地方挂的，没有用。不走不走，我就投降，不走。突然发现投降亮了。能干一板子的，又干一板子，头好铁。闪现杰克，
看错人了，难受。给你个鸟直接转大房吧。下了，小老弟。贪得无厌。板子都下了，他还想挂四合院，那怎么可能啊？这位置一卡不就死了吗？怎么黑妹不点一走啊？点的啥玩意儿？他又来了，揍他！接无人，想直接找个地方打个灯，然后把所有人摸好，然后再过来救，电击一压，完美。然后我下来，我给自己套着鸟，我还死不了。杰克炸了。真叫放人救啊，我的天。捏了个闪现，没给到。这都敢丢啊！哎，这都打得到啊！稳赢的局，
个劳神简直了，前面的十只刀都能抽到。邪鸟去世。